最喜欢海绵宝宝的衣服。很喜欢海绵宝宝吗？不回答我。然后今天是第二场的那个，就是音乐会，然后也是最后一场。对，是不知道讲什么。哦，对，为什么要有这？因为我最近那个就是发行一张，就是我第四张的 EP， 叫做《四果冰》，四果冰，然后里面有四首歌。对，四首歌。然后接下来唱这首歌是也是里面的一首歌，算是夏天的名产。然后这首歌也是我第一首动物系的那个创作，它是蚊子，那它的歌名叫蚊子。然后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就是。对，然后动物系的中文叫蚊子，所以然后昆虫系啊，不要紧，哇，违规了吗？不好意思，那然后我相信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蚊子的声音，对，可能是对各种类型，然后我就把我心目中那个声音也有那个收录在这张的那个 EP 里面，我等一下也会那个为大家演绎我心中蚊子的声音，然后等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也可以一起跟我发出蚊子的声音。这首歌叫《蚊子》，祝大家听了之后再也不会被蚊子咬。